吓坏了吧？是吓坏了。吓坏了吧？是吓坏了，你没有想到会一百分的。哎，于天大哥才六十，59分，还没有六十分呢，59。他气到后来都不来当热门，不爱来。哎呀，这8年都没来。但是啊，科技来自于人性啦。哦，我们还是要考量的这个观众啊，他们耳朵的那种舒服度，哎，舒服度，对啊。我们一般来讲，因为这个经过这个。效果去把你美化哦，我们那听得很好听，那个 echo 啊，是是是，在你唱歌的部分来讲有点缺失，就是有虚，对，有点虚虚的，然后它有一点像那个机器人，对，哦滴答答啦滴答，搞不好这样唱分数最高。他在唱的时候，他完全很精准的唱在位置上。